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宁。我现在在和我们家小麦小可爱在做核酸检测。看我们前面排这么多人，哇塞！给大家看，做一个核酸，它这个不就是什么？这是套餐吗？然后108，我和小麦小朋友两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咽拭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。我今年做核酸检测。做了两次抽血，然后至少做了6次还是8次的这个咽喉。我的天哪，我今年真的是什么都试过了。小麦，这辈子见过的长得最漂亮的女的是哪个？哪个？哪个？哪一个不能杨晨导演的？你说，你骂骂我。谁能比大姐？不知道。那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女的，还没有。在我家那边遇到过。必须是我，我跟你说。为什么？在你心里面必须是我长得最好看。在你心里面是谁长得最好看？我走了。当然是我自己了。那有陪人，你陪我。我穿到脚。应该是一个什么奶奶？我的天哪！好吧，在小孩子天真面前，我认输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做第一个术前检查，现在是做胸部 CT， 看一看肺部有没有痰。这个样子的话，好像是在手术过程中，如果肺部有痰的话，对呼吸不好。我们刚刚做完 CT， 我的天啊！刚刚 CT 室，对面是急救室，急救室刚刚那个门一打开，看到里面好几个人就那种躺在床上，到处都是什么擦伤，哦哟，好多血啊！我天哪！然后 CT 室这边啊，我们前面排队的坐了一个病人，那个病人大概是一个。50来岁的一个大哥吧，他直接就是躺在病床上，就是很艰难的移到那个 CT 的机器上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觉得得什么都不要得病。今天我们的核酸检测结果也出不来，要等到晚上大概10点左右啊。刚才这个肺部 CT 啊，明天早上才拿得到。所以今天我们住不了院了，我们只有出去开房睡啦。好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。